First Blood. Double kill. Double kill. Holy shit. Hey, 有新的观众们大家好，我是尚恩，欢迎回到我们频道。首先喜欢影片记得点个喜欢，还没订阅可以考虑订阅加入我们。基本大师是粉丝，在真实服改墙之后，具体改墙是大招的半径，从原本的 2.5 米来到了 3.5 米。只不过呢，实际的击飞距离跟原本是差不多，多了个外圈，外圈同样有伤害，还附带雷鸣的被动。也就算了，这我们的普攻跟技能攻击下去呢，会有雷电效果。这点呢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如果你跳得不够准，差一点的话呢，就算没有击飞，伤害跟被动还是有出来。至少呢，有足够的伤害可以秒掉敌方的脆皮。瑟菲斯呢是一只非常稳定的野王，他跟克里娜卡有点类似，技能组呢就是那么稳了。本身呢有机动性，有高爆发，有被动在的关系呢也很难死，是一只挺推荐新手练习的野王。他跟赵云、刀锋之类的相比呢，更加能够学到东西，学到了怎么经常拉开。进场时机或者拉打等等，像赵云跟刀锋呢，比较多的是进场时机而已啊。进场进得好呢，就一套收到底。瑟菲斯呢，有时候需要更多的七进七出。初装与魔纹呢，是我们的常规备战，基本上没什么差。像这一场的敌方魔攻比较多，我们也没有特别买魔防了。有魔防时呢，加上斧头的生命值已经够硬了。真的很需要的话呢，王者剑的位置可以变成御魔斩或者仙灵，基本上我们不会特别买。如果、那场敌方爆发实在太高扛不住，那王者剑的位置呢有可能会是岩盾。只不过呢，如果你会觉得敌方太痛，那很有可能是你踩错人。基本上我们要踩敌方的法师跟射手为主，再来呢是敌方的刺客，比较不会踩敌方的辅助了，除非他落弹而且残血可以收掉。魔纹的话呢，我们大概是周而复始了，这样子呢，前面不小心死掉的话可以马上爬起来。瑟菲斯呢还挺重节奏的，如果等级落后太多的话呢，可能就会没那么强。反正呢，我们在前期没有那么依赖装备，更多是呢我们大招踩不踩到人比较重要。其实改墙我认为算是还不错的优化，像以前呢，比如我们跟敌方射手单挑，如果大招空掉的话呢，没踩到有可能会被风筝刀倒下，但现在呢，就算没有踩中，雷鸣效果还是会触发。艾米丽呢也有被改枪，他本身呢就是一只中规中矩还不错的英雄，可能呢未来会在职业赛看到他，可以用来扛线或者用来打野。如果你要说单排上 S 的话呢，艾米丽还是可以办到的，只不过呢目前不是最佳的选择。跟我们花了点时间，总算收了艾米丽，都还七次骨肉。收了还有冰山，待会还有一波，我们先把冰山收一收。收完了艾米丽应该会抵达，所以拆不了他了。我们收完冰山呢，回去收耶。瑟菲斯吃野速度呢也还可以了，本身位移也不会吃得太慢，重点呢是没有虚战力。不用了，吃一次就要回家。中路注意到呢，有可能会打起来，我们先过去帮忙。这场敌方的魔攻呢，其实还挺高的呀，有沙加，有图伦。基本上呢，就看谁先手了。如果被沙加划一整套呢，或者被图伦收割，也不是办法。只不过呢，我们身为一个战士，通常都有更好的主动权。我们比较可以探草嘛，黏着敌方的射手哦，优先击杀敌方输出。之后呢，下一个是沙加，我们最大沙加有划过，等到划完再一个一技能普攻，接二技能 T
贴上去普攻把他带走，大招彩礼放艾米丽，艾米丽也带走。本身技能的缺短呢，也是社会色优势。有没有觉得这点呢跟甲虫有点像？装备的话呢，必须买钢枪加上蓝 buff， 冷血才可以这么快啊。这边感觉有机会啊，先踩他拉开 ，OK， 成功击杀，还可以再把一座外套。反反地方也怪，这边钢枪买出来，自从我们踩了两件大装，就已经这么强悍了。如此可见呢，是匪士前面呢不太吃装备，本身加等级够呢，伤害就够。魔龙吃掉，往中路靠。收一收自家也快，这时我们队友在中下边，上面没人补，我们先过去补一补。补兵线呢还挺重要的呀，把兵线带上去，这边呢我们可以靠过去支援，看有没有机会打团，没机会的话呢我们就吃凯撒。敌方呢比较贵，比较贵的话呢就是凯了。敌方要打团的话呢，我们就封牌。吃凯的时候呢，注意一下制裁就好。看小地图呢，敌方没有要过来抢的意思。成功拿下凯撒。OK， 大招放一边，他很有感了，可以一次清整队兵。进入我们下面的天空巨龙再退。我们先过去耍乌龙，天空巨龙一定要保护我，不然就白白浪费掉了。我们先进场呢，再拉出来，再进场，这波呢成功拦截到敌方。第一波进场动作呢就勾引到他们，把敌方聚在一起呢，再进场就可以收掉敌方倒三人。这一轮呢是三条路在进攻，把天空巨龙带进来。稍微等一等，踩后面的突人，把他赶走就好。把他赶走目的呢，是因为他比较能够清兵线，他清不了兵线呢，那我们就可以推他了，把他杀入高地，往后来了。哦，可惜被魔人跑掉了。但我们抓到一个沙加，沙加先倒下，目标依然是魔人，盯着敌方后排，这边踩到魔人，补个二技能。最后呢，魔人倒下。再来是艾米丽，这地方剩下一个美娜跟图伦，给美娜一套，美娜又剩一小滴血，我们先往后拉哟，不要被图伦收头。利用野怪的回点血，回到三个，三个有三千了，再回满一点，避免被敌方图伦斩杀。这敌方已经三路全破。野怪这一次呢追上我们水量，刚刚是残水的，现在已经快要满水了。先从上路、下路一起进去，抓敌方的沙加，给他一套，逼出沙加大招，之后碾制敌方的魔恩。这边有三只超级兵，保护一下我们小兵，大招冷却四秒，抽一抽图伦。OK， 还有超级兵。最后的门打消了，但是呢敌方的主堡也快要破，我们都在努力点塔中，就撤回主堡结束游戏。以上是我们的社匪士大爷实战解说。这次改强的位还不错，社匪士呢一直以来都是一只比较稳的野王，玩好关键呢就是大招的命中率不要空，改强之后呢大招命中率就更加提高了。那最后呢，我是尚恩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